在天父的同在里恢复天父儿女的身份，拥抱天国尊荣的文化，让人经历天父的美善，行出在地如在天生活。Hello， 小朋友，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十二月里面除了我们的年终假期，还有最期待的圣诞节，所以今天老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儿童主日学将会在圣诞节当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六早上9:00-9:45，在教会办公室前的走廊以及幼稚园前的走廊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活动，那就是 Drive Through 圣诞跑站。在这次的 Drive Through 圣诞跑站中，小朋友全程都不需要下车，只需要跟爸爸妈妈坐在汽车里面，就可以完成老师们准备的简单小活动了。完成跑站的小朋友都可以获得儿童主日学准备的圣诞节礼物，所以小朋友们也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圣诞活动。在这里我们也请爸爸妈妈们在儿童父母群里向玲玲传道报名，这样方便我们统计参与的小朋友人数，报名截止日期是12月19号星期日。此外，在圣诞节当天，记得在时间内载着小朋友准时来参与我们。我们期待小朋友的参与，圣诞节当天见面哦。宇宙创造主。
能敌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你，尊崇荣耀你，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与天使齐声高举你的名，与天使齐声高举你。你的心，你的国度没有穷尽，大家一起来，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高一点，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我们高举你，高举你的都给杀了。什么？他们全被杀了。他把巴黎的祭司全都杀了。是伊利亚下的命令。够了，不要再说了，把我的话告诉那个伊利亚，如果我不能让他死的话，就让众神再降重祸给我吧。可是人们亚哈，你还是不是以色列王啊？难道那个叫以利亚的，他的权力比你还要大吗？他想要毁灭我的生命，这是什么样的生活？一切我都做了，一切还是照旧。以色列的神到底在哪里？他的力量又在哪里？主人，你在向我们显示他的力量啊！让我走，我完蛋了。主人，你想跟我一起死吗？这里做什么？主啊，
我曾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而我只剩下我一个人，而现在他们又要取走我的生命。你在这里做什么，伊利亚？去吧，你要去向亚哈的家宣告我的审判，并且要高摩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来接续你先知的职务。我在以色列中还留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I go on my way in the strength of the Lord, for thou art the Lord my God. 主人，主的灵降临在你身上。长子，等我分家产的时候，你可以得到2份，拿去，现在就拿去。不，我对你做了什么了呢？回到你父亲身边吧。难道你不怕以色列王和他的军队吗？我只敬畏以色列的主。就是你了。你留在这里吧，主差遣我到约旦去。我指着永生的神说，只要你还活着，我必不离开你。国王死了，可是王后，她的时辰还没有到。不要害怕。好了，你必须离开我。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上，在我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主人，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你这个要求实在太困难了。不过，如果在我离开的时候，你能看见我，你就能得到；如果看不见，你就得不到了。主人，主人，这是以色列的战车，还有马兵。以利亚就这样乘旋风升天去了。现在是问题讨论时间。第一题，赢了巴利先知后，以利亚为什么要跟上帝抱怨呢？第二题，上帝说，不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为上帝工作，那是谁呢？第三题，以利亚完成任务要离开了，在他离开前，以利沙看见以利亚怎样过约旦河？第四题，以利沙向以利亚求什么？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安慰孤单逃难的以利亚，给他徒弟以利沙，让以利亚知道他不孤单，一直与他同在。我也知道我不孤单，
你也时时与我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